啊，我们上个礼拜啊，讲到这个身体里面啊，这个水呢，啊，对细胞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啊，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会流汗，那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你的细胞，比如说你的肌肉细胞好了，肌肉细胞呢需要收缩，那需要收缩呢就需要能量啊，所以呢，哦，细胞啊就用葡萄糖来制造能量，但是制造能量的时候呢，它同时也会产生许多的热量啊，产生许多的热量。所以你可能要想象，如果说细胞呢现在在制造能量了，它也产生热量，那这个热量如果在细胞里面累积呢，到最后细胞啊就被自己就被煮熟了哦，太热了。所以呢，它藉由啊细胞里面有一些水分，还有细胞外面的这些水分，把能量带走。为什么这些水分可以把能量带走呢？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说，细胞这个水跟水之间啊有所谓的氢键啊，有所谓的氢键。所以呢，当这个能量啊传给水分子的时候，可以藉由氢键，然后就散布出去，哦，就散布出去。那除了这个氢键呢，哦，这个充填在细胞周围的水跟细胞里面的水，这样还不够的哦，总是呢，这个能量啊会逐渐的累积啊，逐渐的累积。所以呢，另外一个机制是，水分子啊会藉由哦蒸发的一个过程呢，帮我们带走很多很多的热量。那怎么蒸发呢？哦，我们运动的时候会流汗啊，哦，会流汗。为什么运动的时候会流汗呢？哦，因为啊，哦，运动的时候呢，因为身体热的关系，所以啊，你的毛细孔会张开，毛细孔张开呢，水分子啊就会跑出来，哦，从细胞里面，不，从身体里面呢，经过毛细孔，水分就跑到细胞啊，身体的外面来，啊，身体的外面来。那跑到外面来的时候呢，当然有的水啊，这个汗水啊就滴下来了，那有的汗水呢，它就会蒸发掉了，这个时候啊，它就会帮你身体啊带走一些热量。为什么呢？因为啊，水啊，从液态的水到水蒸气，它要蒸发掉，它需要很多很多的热量，这个叫蒸发热啊，蒸发热。所以当这个皮肤表面的汗水要蒸发掉的时候呢，它就吸收你皮肤的一些热量啊。那同时，那也是跟周围的环境呢也吸收一些热量。那这个热量够了呢，哦，它才会啊以水蒸气的方式离开你的皮肤。离开你的皮肤的时候啊，它就会留下一些所谓的电解质啊，在你皮肤表面。所以呢，运动的时候你会，皮肤啊表面会有一些结晶，盐类的结晶哈，哦。那这个结晶呢，就是所谓的电解质啊。今天在稍后的时候，我们其实还会再提到啊，还会再提到哈，哦。那我们也跟大家讨论过，运动完的时候呢，哦，其实啊，你冲冷水澡哦，其实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清洁的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说，运动的时候，水分子呢要藉由吸收掉很多热量，然后蒸发啊，蒸发掉。那首先呢，它透过毛细孔到你皮肤的表面，然后带走这些热量，帮你身体散热啊，帮你身体散热。所以呢，你如果是冲冷水澡，你就会使得你的毛细孔啊关起来。那毛细孔关起来呢，你身体里面的水啊就没办法跑到身体外面来了。所以呢，水分子啊它就没有办法帮你带走身体里面的热量。所以你如果是运动完呢，啊，洗冷水澡，你的毛细孔关起来了哦。关起来之后呢，你身体里面的水带有很多很多热量的水就没办法经由毛细孔排汗到身体外面来，也就是说你就把你的热量啊锁在身体里面啊，锁在身体里面。那这个过程呢，虽然说你冲了冷水澡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啊，这个只是因为冷水的温度啊，这种低温呢刺激了你皮肤啊的真皮层里面的一些温度感受的细胞，所以让你觉得温度感受的细胞呢受到这种冷的刺激，让你觉得很凉爽啊，当下觉得很凉爽。可是啊，你身体里面的热呢，事实上是没有排掉的啊，哦，没有排掉，因为呢，毛细孔关住了，水分子没办法出去，它就没办法帮你把身体里面的热量带走啊，哦，所以必须呢，你洗温水澡是比较好的一个选项啊，哦，洗温水澡的时候呢，你的汗水啊还是可以持续的啊流到外面来啊，因为毛细孔没有关起来嘛，那这个时候流出来的汗呢，哦，你再冲。啊，冲这个温水呢，就可以把它冲干净啊，把它冲干净。如果你是洗冷水澡呢，毛细孔是关着的，那汗水流不出来，当下觉得很舒服。可是洗完澡之后呢，你的毛细孔又重新张开啊，所以有可能你洗完澡啊，身体擦干了，衣服穿好了啊，后来呢又衣服又湿了，又开始流汗了。为什么？它正常的散热的程序重新启动了，毛细孔张开，汗流出来，然后。所以变成等于有洗好像没有洗是一样的啊，是一样的齁，哦。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一章啊，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说，这个洪中秋啊，后来这个因为发生了一些不幸齁，在军队不当的管教啊，所以后来就死掉了啊，后来死掉了。那死掉的时候呢，哦，他当然当下马上被送到医院去啊，送到医院去急救啊，可是就没有救回来啊，没有救回来。然后有人说呢，哦，他的死因啊是因为中暑。就是说啊，那这个士官呢，哦，来抄这个阿兵哥抄洪仲秋的时候啊，一直抄在那种天气很热的天气呢，一直抄他，然后没有给他水，没有给他水喝，所以导致他中暑就死掉了啊，中暑就死掉了。
那为什么一直的操练没有给他水喝会导致中暑而死呢？因为啊，你一直操练他，他细胞里面一直需要收缩，一直需要能量。那需要能量呢，他在制造能量的过程中也产生很多很多的热量。那很多很多的热量呢，在这种天气很热的时候，你身体产生热量，本来照刚刚我们所说的，必须啊，细胞旁边的水呢，会把这个热量经由氢键啊散布出去，到时候呢，再借由水分子啊，从液态的水变成水蒸气，又吸收掉很多的所谓的蒸发热，也就是帮你带走很多的一个热量哦。可是呢，现在啊，他让他持续的操练，他流了很多很多的汗啊、流了很多的很多的汗哦。那这个汗啊，在这种很热的天气呢，其实啊，汗水啊要蒸发的时候啊，带走了你身体的热量是比较少的。我们来想想，当这个水到你的皮肤表面哦，它现在接下来要蒸发成水蒸气。我们刚刚说，因为它有很高的蒸发热，所以它会帮你身体啊带走很多的热量。同时呢，它也会从周围的环境吸收一些热能哦，吸收一些热能，然后身体外面的热能跟你身体里面的热能，导致它吸收足够的能量，然后就蒸发掉了。可是，在天气很热的时候，天气很热。所以外面呢环境是很热的，所以水呢就吸收外面比较多的热量，那能够帮你身体带走的热量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少。所以在夏天哦，在这种大太阳底下呢，很天气很炎热的时候，特别容易中暑。为什么特别容易中暑？因为周围的环境啊就已经很热了，水要蒸发的时候呢，它从周围就已经吸走很多的一个热量，从你身体带走的热量是相对来说更少的，比起啊比较冷的天气来说，带走比较少的一个热量哦，所以你身体的热散热就不容易。所以说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容易中暑，就是这个原因哦，就是这个原因哦。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哦，他一直操练他，让他身体一直流汗。那流汗呢，现在外面的环境又很热，要帮他身体带走热量呢，带的效率又比较低啊、哦，又比较低哈、哦。那他流汗之后呢，又没有给他水喝啊，又没有给他水喝，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身体里面的水分子啊越来越少哦，越来越少哈、哦。所以一个致死的原因是因为他中暑死掉了，身体累积太多的热，跑不掉，散失不掉。一方面他没有喝水，一方面外面环境天气太热了，没有给他休息哦，所以呢他中暑就死掉了。那也有人说他其实不是中暑，不是热死的，是什么呢？他不是没有喝水中暑死掉的哦。是因为啊，他被灌水死掉的啊、哦，被灌水死掉的哈、哦。那为什么他会说他被灌水死掉呢？因为啊，他被送到我们、这个医院啊、三种好像三种还是荣总三种的时候，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他的一个血液里面的电解质啊是偏低的、哦、偏低的，所以就有人推测说他应该是被灌了很多的水啊、哦。为什么会灌很多水？因为这些士官呢，可能看到啊黄仲秋昏倒了、中暑了，怎么办呢？紧张啊，刚刚没给他水喝，现在知道赶快灌水，看能不能把他救回来，就灌了很多水，导致他就死了、哦、不灌水可能还不一定会死，灌水就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有一个相对极端，一个是没有给他喝水死的，一个是喝太多水死了，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细胞啊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水，细胞外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水，除了水之外啊，也有一些离子啊、哦，也有一些啊所谓的无机盐的离子，包括钠、钾、钙、镁、氯等等等啊、哦、这些离子。那这些离子啊，溶解在我们这个细胞周围的水呢，或是说细胞里面的水，就会形成啊一个电解质液啊、电解质液哈、哦。也就是说，这些不是只有纯水哦，它还包括啊许多许多的一个离子啊，包括许多许多的离子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个离子好了，比如说钠离子啊。在正常啊、这个啊、人呢，这个细胞外溢哦，这些水里面哦，这个细胞周围的这些水，它所带有的这个钠离子浓度呢，大概是142啊、这个其实是叫 minimal 啊、142个单位了哈、142个单位。那这个钠离子啊，这个142单位不止钠离子、钾离子，其实这些离子啊，在这些水里面哦，所含有的这个浓度呢，必须要维持在一个恒定的范围。如果偏离呢，哦，这个范围啊，就细胞的运作就不会正常啊、哦，就不会正常。我们来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有一种叫水中毒啊、哦，水中毒为什么会水中毒呢？我们刚刚说洪仲秋的例子啊，其实是有可能就是水中毒。那水中毒发生的原因是啊，身体啊，就细胞跟细胞之间，或是血液里面呢，这些水里面的钠离子浓度啊过低啊、哦，钠离子浓度过低哈、哦。一般正常人啊，这个血液的钠离子的浓度呢，必须维持在135到145个 millimolar 这样的一个单位了哈，135到145这个范围啊、哦，这个范围。如果呢，你低于130啊，就开始会有一些症状，
低于120呢会越来越严重，哦，到了110呢可能就痉挛，110以下几乎就一定会死掉，啊，几乎就一定会死掉，哦，所以身体里面在细胞跟细胞之间，哦，的这些水里面，啊，它含的这个无机盐离子啊，哦，这些这个电解质的浓度呢必须维持在一个恒定。以钠来说，如果呢它低于啊正常的135到145这个范围，比这个低就有开始会有一些危险出现啊，会有一些危险出现。那135到145这样一个所谓的 millimolar 齁，啊，这样的一个浓度呢换算成啊另外一个单位大概是啊 3000多个 ppm 啊 ,3000 多个 ppm。我们的自来水多少个 ppm 呢？我们的自来水啊只有37个 ppm 哦，啊，37个 ppm。我们现在看这张好了。哦，这个后来有人说，哦，他是因为水中毒，因为喝太多水死掉了，哦，喝太多水死掉了。正常人啊的身体里面钠的电解质是135到145。那后来呢这个，哦，洪仲秋啊被送到三总去的时候呢去测他的一个身体里面啊钠离子的电解质啊大概128，哦，比正常值还低，其实也没有说很低的，哦，128而已，比正常人还要来得低，哦，还要来得低。那我们的自来水啊它的钠离子浓度啊是 37个 ppm， 我们身体里面呢的钠离子浓度呢是多少？3000多个，所以啊相差很多倍，对不对？我们身体里面的水里面所含的钠离子呢是3000个 ppm， 但是我们的自来水呢只有37个 ppm。 所以你就想到一个问题，有或许同学可以回想一下，有时候你在运动，尤其是比较长时间的运动或剧烈的运动，那剧烈运动完呢你喝水喝一喝啊，会人工给扔开哦，就是说，你喝了很剧烈运动，喝很多水之后呢，你会越打越没有精神啊，哦，越打越没有精神哈，哦，越打你的身体的协调性啊，就开始越来没有那么好啊，哦，没有那么好。当然，第一个因为你很累了，第二个呢，你喝进去的水啊是37个 ppm 哦，含有钠的浓度是37个 ppm， 那你喝进去的啊，你身体里面呢是3000多个 ppm， 所以你每喝的水是不是就稀释你身体里面的钠离子浓度，对不对？哦，我们身体里面有3000个 ppm 的单位的钠离子，你喝进来的水呢，只有三十七左右的 ppm， 相差100倍。所以你喝越多水，你身体里面的这个钠离子是不是被稀释的越严重？哦，那其实还有人啊，运动的时候喜欢喝纯水。其实现在外面超商里面买到所谓的纯水，纯水是没有钠离子。那是不是更惨？你喝了很多水，进去把你身体里面的电解质把它稀释了。那稀释呢？如果你低于这个所谓135、145的单位，就开始会有一些症状出现啊，开始会有一些症状出现。所以在短时间呐，喝太多的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会有所谓的水中毒的问题。水中毒的原因是因为身体里面钠离子的一个浓度呢，因为你喝了太多的水，把身体里面的钠离子是固定的。那你现在喝了很多的水，然后把它稀释掉了，它的浓度啊就比这里来的低，哦，那比这里来的低呢，那当然就开始会使得你啊产生很多很多的一个症状啊，很多很多的症状哦。洪仲秋啊，大概其实是在128啊，哦，所以其实还好哦，其实还好。但是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他已经之前是中暑了啊，哦，已经中暑啊，就会产生身体一些所谓的热衰竭，你的热没办法跑掉。所以呢就会影响你身体的其他器官的一个正常的运作。比如说身体里面的有些蛋白质呢它是对热敏感的。你身体太热呢这些蛋白质啊就被破坏掉，而一些酵素就没办法产生作用。所以他身体其实已经很危急了。那你现在呢又给他很多的一个自来水也好，或是灌他什么饮用水齁，哦，那让他身体的钠离子呢浓度呢下降。他在中暑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身体里面的水啊一定是比较少的，哦，比较少的。我们刚刚说一直操它，没给它水喝嘛，所以呢，哦，这个时候你给它外面的水进去呢，身体里面的水比较少了，你又给它更多的水，所以啊，这个钠离子被稀释的一个效率啊，一定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有人说可能啊，这个有两种死法哦 ，anyway 不这样讲不好了哈，哦，有两种可能啊，就是一个可能是中暑死掉的，一个是灌水灌太多死掉的。那后来柯文哲说啊，可能呢，当下他被他们发现啊，这个洪仲秋已经中暑了啊，非常紧张，就把他拖去灌水。那可能啊，灌大概要灌8公升到9公升啊，哦，啊，才有可能使得他身体里面的电解质啊掉到128左右。所以啊，可能就一直灌水，灌水，灌水，灌了八公升，八公升的水有多少呢？
哇，我们一般啊，这个买的那个饮用水哈、啊，那个饮用水多少 CC 我不知道耶。啤酒好了，啤酒好了，玻璃瓶的啤酒，一瓶600 CC， 你要喝15瓶的，短时间让他喝15瓶的水，其实蛮多的哈、哦。嗯，所以，不知道了哈，不知道，后来也不知道什么真正的原因哦，都两个可是互为因果，加速它恶化的一个关系啊的一个关系哈、哦。所以考试会问你们哦。水中毒，什么叫水中毒啊？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是因为身体里面钠离子啊，这个浓度呢已经低于正常值所造成的哈、哦。那我们再来讲一个，比如说感冒的时候，感冒如果在深夜感冒发烧了，那发烧之后呢，哇，这么晚，可能呢你也不方便去外面买退烧药，可是身体又非常非常不舒服，怎么办呢？有些人啊可能就会棉被啊什么把可以找到衣物穿起来，棉被盖起来。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为什么呢？我们身体里面在发烧的时候，在产热的时候呢，其实你比较好的方式呢当然你有这个有这个所谓的cold pad， 就是冰袋然后冰枕之类的你可以放在额头啦，放在腋下啦，或者放在腹股沟等等，来帮你带走一些热量。当然这是一个方式，但当然你也不能够整包把它放在你的额头上面，这样效果是不好的，太冰了，反而我们刚刚说你的毛细孔啊会被关起来，必须呢你可能用个毛巾把它包起来，然后放着，不要太冰的环境啊、不要太冰的一个环境之下，它的效果散热效果会比较好。那其实另外一个更好的方法是什么样呢？我们刚刚说不要穿太多的衣服啊、你如果盖了棉被，穿很多衣服盖着棉被呢，你的热同样是没有办法散失的啊、其实这个热累积在你身体里面就是不好。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去洗个温水澡啊、洗个温水澡齁、不要太热啊、温温的温水澡。洗个温水澡啊，你很快把流出来的汗把它排掉，你的温度啊下降非常非常快。其实这个是在医院里面很常用，小孩子如果发烧啊大概37-38度以上，有的到40度。要让它很快退烧，什么样子方法很快退烧呢？把它抓去在那个温水里面洗一个澡，马上就退烧了，马上就退烧了。就跟我们刚刚说运动完要洗温水澡是一样的原理哦，是一样的原理哈。今天早上十点啊的时候，我查了一下，这个阿拉斯加哈，其实我今年想要去了哈，今年想要去啊，后来哦没有去了啊。说个题外话，为什么后来没有？后来还没有决定要不要去了，去阿拉斯加哦，很多好玩的东西，其中一个好玩的就是看这个。棕熊啊，抓鲑鱼哦，棕熊抓鲑鱼，有一个国家公园哦，叫卡拉米一个国家公园。那去那个国家公园呢，你可以很距离的看到很多熊在你旁边抓鱼。但是呢，后来去查一间房间哦，它整个园区里面只有16，可以容纳有8间房间可以容纳16个人。那每个人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呢？你，我说啊，很贵，你觉得大概有多贵？3000美金。好可怕哦！你太有钱了，我没那么有钱。一个人啊，要800块美金哦，一个人一个晚上啊，24000块。我看了之后，哇，然后来就想说，而且要到那个国家公园的吼，要先飞机飞到安克拉治，然后呢还要再转2班飞机，从安克拉治还要再转一班正常的飞机，再转一班水上飞机，才到那个国家公园。所以飞机的钱啊，又要花掉大概1000块。左右的美金，所以大概一趟要花2000块的美金看熊。到安克拉治不算哦，从安克拉治再到那个看熊的地方去，后来应该是会放弃了哈。哦，今天查了一下安克拉治的温度啊，是-11°C 哦，-11°C。问同学一个问题好了哈，来，演绎力，-11°C， -11°C 哦，你如果现在在安克拉治那一边。你觉得水里面比较冷还是空气比较冷？-11°C 指的是水里面的温度还是空气中的温度？空气中的温度、为什么？因为水在-4°C 就结冰了，在零度C 就结冰了，对不对？好、那有没有一个再来玩啊，这个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哦，有没有那种经验哦，就是说你在比较凉爽的天气哦，比如说秋天的时候去河边玩啊，或是去海边玩啊，那玩一玩，玩了很久之后呢，你会觉得啊，待在水里面反而比上岸还要来得温暖，对不对？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这种感觉，对，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就是说玩到最后呢，在比较凉爽的天气，你玩到最后你会觉得说，哇，我上岸呢反而很冷哦，那在海那个水里面啊，反而比较温暖
反而比较温暖。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风寒效应啊。如果风啊，外你上了岸边，就是离开水面的环境呢，有风在吹的话，它很容易啊把你身体的热量带走啊，把身体的热量带走。那所以说这个负十一度 C 啊，指的是空气的温度啊，空气的温度不是水里面的温度啊，不是水里面的温度哈。那在北极这个地方啊，经由这个潜艇啊，就用超音波去测试呢。啊，这个海冰啊，这种海冰呢已经越来越薄了，因为去全球暖化的关系啊，这个冰层啊已经越来越薄啊，越来越薄了哈。那我们都知道啊，水凝固以后啊，它的密度啊会变小啊，密度会变小，所以水一旦结冰呢，它就会浮到这个水面上来啊，浮到水面上来。那如果负十一度，那是水比较冷还是冰比较冷？水比较冷，就是水比较冷还是空气比较冷？空气比较冷，还是空气比较冷？空气比较冷，所以有些地方零下四十度，水有没有可能零下四十度？不会嘛齁，我们知道零度就结冰了啊齁，海水可能再比零度低一点点啦，因为它含有很多盐啊齁，所以水啊可能零下一度左右其实就已经都结冰了。所以有没有可能海水的温度是零下40度？不可能嘛齁，海底那么深，从上面结冰到下面嘛，不是嘛，对不对齁？所以零下40度指的是空气的温度齁，空气的温度齁，在水里面的温度呢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不会这样子？我们讲这个，这里就跟大家说，它一结冰之后啊，这个冰呢就浮到水面上来啊，浮到水面上来啊，它有一个好处啊，有一个用途，就是说它可以隔绝啊上面的冷空气跟下面的水啊再进一步的接触啊，进一步的接触。我们知道上面冷空气呢可能是零下11度，可能是零下40度，零下50度哦，对不对？那这个冰呢就可以隔绝上面冷空气，再进一步啊使得这个水温啊再更低啊，更低。所以呢生物啊就可以活在这些海水底下啊，生物就还活在海水底下。要不然你想零下40度还有这个海豹可以在这里活吗？还有鱼可以在这里活吗？不可能嘛，对。那为什么海豹跟鱼可以在北极的地方，在海这个北极的地方呢能够存活呢？因为啊有这个冰啊帮他们隔绝这个温度，所以上面的温度是零下40度，冰底下的温度啊绝对不会低于零度啊，低于零度它就结冰了啊。所以因为有这个效果啊，所以使得生物啊可以在这种严寒的地方它还可以存活啊，它还可以存活齁。今年哦，我本来想要去尝试这个啦 ice fishing 齁，这个冰上钓鱼齁。我很喜欢滑雪，我连续五六年齁每年都会去加拿大滑雪。今年雪超级少的齁，温哥华啦齁，温哥华东岸比较多，多伦多比较多，但是西岸啦温哥华今年没什么雪齁，连滑雪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啊更不可能去 ice fishing 齁，去冰钓。这冰钓啊它有一个规定，没有人会去跟你说可不可以上去这个湖钓鱼。但是呢你要自己判断，因为这个攸关你的生命齁。它的一个不是规定，它的一个规则啦齁，因为没有人会去强制你有没有遵守这个规定。你要自己去注意，因为这个关于你的生命，没有警察跟你说你哔哔，你到这个湖中间去冰钓，我要看你活单，不会，没有这回事啊，没有这回事，命是自己的哦，自己要自己去注意。一般来说啊，这个冰哦，大概要八寸厚，它结冰之后要八寸厚，你才可以啊上去上面啊做冰钓。为什么呢？因为啊，你到时候你要在冰上面挖一个洞啊，用一个东西哦，把它挖一个洞。那挖一个洞啊，你如果这个冰不够厚呢，它就裂开了，然后人就掉下去了。人掉下去啊，大概两分钟之内就再见了齁。因为你掉下去之后啊，你要爬上来很难齁，你在水里面，你要爬到那个冰上去呢，你根本爬不上去，你爬上去又滑下来，爬上去又滑下来，试几次之后人就沉下去了齁，就死了。所以这个其实有危险度齁，你厚度不够啊，你还要去冰掉，那你就是跟自己开玩笑了齁，这个存活几率很低很低很低齁。那这个必须要有一定的厚度。那所以说我们刚刚所说的哦，这个冰呢可以隔绝啊空气的温度跟水里面的温度哦，跟水里面的温度。所以这个生物啊可以在水底下存活，即使在这个温度呢是零下40度零下50度的地方，生物啊还是可以在这个水底下存活。你可以试着把一只活的鱼放在你家的冰箱，你看它能够活多久，马上就结冰就死给你看了，对不对？你家的冰箱才几度？你家的冰箱才零度哦，所以这些鱼怎么可以在零下40度的地方活呢？所以就是因为冰的关系啊，这个冰的关系，水啊在零度C它就会结冰啊，然后再浮到这个水面上啊，来提供这个生物一个
保一个屏障啊，一个屏障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了水分子的另外一个特性。那水分子呢，它有这个所谓的氢键，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间呢、啊、有所谓的氢键。那这个氢键呢，会形成呢，哦，让水啊产生一个所谓的内聚力啊，内聚力，也就是说让水表面、啊、有很强的一个表面张力。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些昆虫呢，可以在水上面行走啊，行走。那你会想说，昆虫在不在水上面行走，这个很重要吗？这个关系到什么国家的存亡、宇宙的人类的灭亡？没有啊，这个它就算不在上面走，它也是可以活下来啊，对不对？它可以飞，它可以要到其他地方找食物，没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吗？啊，这个对它对这只昆虫来说或许不是那么重要。那我们再来举其他例子好了，比如说植物呢，导管啊，管理水的运送就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这个水啊，有所谓的内聚力啊、所谓的表面张力啊、所以呢，水珠啊是呈现一个圆的，因为呢，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间的氢键啊，使得这个水呢，它会有这种很强的内聚力啊，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圆球状啊，形成一个圆球状的一个形状哈、哦。那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水啊，它的一个氢键呢，这些内聚力的一个出现呢，跟植物的一个运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啊、植物的运作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植物啊，它有所谓的根啊，那根呢啊，有所谓的更细的地方称为根毛。那这些根毛啊，就可以从泥土里面吸收很多很多的水分。你知道植物没有太久没有浇水，它就死翘翘了，对不对？所以啊，你植物还是需要水分的。那植物呢，它利用它的根或是一些比较更微细的结构，像根毛的结构，从泥土里面吸收水分啊，吸收水分。那你可以想一想，我们菩提树那两棵榕树多高啊？我们菩提树那两棵榕树十几公尺，对不对？那你家啊，假设说，比如说你家住在二十层楼好了，那住在二十层楼呢，你可能就有时候会有那种感觉，万一呢，这个有时候洗澡呢，洗到一半了、啊，会水压不足啊，会水压不足哈、哦。为什么你在二十层楼的时候，你会有这种水压不足的问题？一般来说啊、假设你家住二十层楼，你们这栋大楼有五十层好了，它一定呢会有一个 pump， 有一个马达，把水呢抽到顶楼，顶楼有一个储水池。然后呢，这个顶楼的出水池，因为高度的关系、位能的关系，所以它可以提供每一个楼层的用水呢，它会有足够的水压哦，足够的水压哈、哦。那如果说万一上面的水又快用完了，马达正在抽呢，哇，那水压不够，那你就倒霉哈、哦，可能洗到一半，变冷水了哈、哦，热水器就熄火了。那我们住的房子哈、哦，有这种抽水马达，可以把水打到很高的地方。提供你足够的水压哦，提供你足够的水压，但是一棵树啊，如果说哦有十几公尺或者有三十公尺，这个树这么高，那水分呢怎么把它送到树顶的这个叶子呢？哦，因为叶子行光合作用的时候，它需要水分。这个树有一个抽水马达帮它把这个水分打到那么高的地方吗？没有，对不对？所以问题来了哦。那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机制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植物啊，它就没办法能够长到很高的地方去，因为水怎么会平白无故的能够送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呢？啊，那原因啊，是因为，植物呢，它在运送水分啊，它有一个系统叫维管束系统，哦，那这个维管束系统啊，它就是类似一个像毛细管的一个结构啊，一个结构哈、哦。那水分子呢，在这个毛细管里面啊，哦，这个可以被运送。被运送的原因啊，是因为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间它有氢键，一个拉一个，一个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边呢是跟啊它周围的这个所谓的维管束呢的结构啊，形成所谓毛细现象啊、哦，毛细现象。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水分子呢，因为这种毛细管束的一个维系结构，所以呢，它一个水分子拉一个水分子，一个水分子拉一个水分子，以这种氢键的方式来连接啊、哦，连接。所以上面的水分子呢，如果被用掉了哦，either是蒸发掉了啦。或是说呢，光合作用的过程中被使用掉了，那它上面的水分子不见了，那下面的水分子就会被拉上来，被拉上来。所以藉由水分子之间的氢键，它们所形成的内聚力，它就可以使得这个水啊，水分子呢可以被运送到三十公尺、五十公尺，甚至更高的上面去啊、哦，上面去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运作哦，没有这个氢键呐，水分子是不可能被送到那么高的地方去哦，那么高的地方去哦，所以以植物的一个运作来说呢，这种水分子这种氢键的特性啊，它就提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结果，然后的一个结果。那植物啊，把水分子啊送到树叶这边啊干什么？我们刚刚说它可能就是行光合作用，那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在蒸散的在
太阳照，我们知道叶子要先光了之后它要照太阳啊，可是呢太阳也提供照射也提供很多很多的热量啊，那植物呢当然它也必须要散热，因为它承受了太阳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热量。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这些热量到底有多少。如果说呢以一棵30公尺高的一个树啊，一棵30公尺的高的树呢大概有20万片的叶子啊，20万片的叶子。那在一个生长季呢大概是三个月啊，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但比如说夏天好了，一个生长的季节呢它大概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呢，它可以从地里面从泥土里面呢吸收4万多公升的水。然后呢经由我们刚刚所说的内聚力维管束的运送，然后到最后这个叶片这个地方呢被蒸散掉或是被利用掉，四万多公升四万多公升齁。那这个水被送到叶子这边呢就是一方面有可能是因为太阳光照射热的关系让它蒸散掉蒸散掉。那另外一个呢是在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呢被使用。光合作用我们知道植物型光合作用呢它会吸收二氧化碳然后放出氧气放出氧气齁。那放出来这个氧气呢其实并不是二氧化碳被拿掉一个碳所形成这个氧气，其实不是的，这个氧气呢其实是从水来的是从水来的，所以水呢被运送到树叶这个地方行光合作用的过程中呢，水分子就被转换成氧气转换成氧气，这样呢就用掉一部分的水。那另外一部分的水当然是因为热量的关系它就蒸散掉就蒸散掉了齁。所以它这个水这种树这个植物为什么要把水送到它的叶片送到这么高的地方去呢，是因为它行光合作用所需要，另外一个就是它承接了这种太阳的热量的一个蒸散效果蒸散效果。那我们刚刚说一棵30公尺的树在一个生长季大概三个月呢它大概可以从泥土里面吸收4万多公升的水，这4万多公升的水呢被吸收完之后，然后就从经由叶片呢就跑掉了或是被利用掉了。那换算来说，换算起来呢大概是每一天大概是从泥土里面吸收了400公升的水400公升的水也就是一天呢一天之内这棵树呢可能在白天的时候，白天才会有太阳照嘛，才会行光合作用，才会有蒸散作用，在一天的时候呢，白天的时候呢它就从泥土里面吸收了400公升的水，然后把它经由叶片然后来散失掉来散失掉。那如果我们用来做实验，你要让一公升的水然后让它从液体变成水蒸气跑掉，大概需要的能量呢大概是 0.7 千瓦小时，也就是说在一小时之内你要给 0.7 千瓦这样能量才能够让一公升的水从液态变成气态不见了跑掉了。所以我们就来算一算一天呢植物可以让400公升的水从泥土里面然后变成水蒸气跑掉，相当于它这种需要的能量呢大概是280个千瓦小时280个千瓦小时，也就是说植物呢藉由从泥土里面吸收水分，然后水分呢从这里跑掉变成蒸汽跑掉，我们说这个过程从液态变成气态有很高的蒸发热，会吸收掉很多的热量它才会变成水蒸气嘛。所以相当于一棵植物呢每一天吸收400公升的水让它从叶面然后跑掉，那这个每一天的能量大概是280个千瓦小时。280个千瓦小时如果说今天在夏天好了，夏天假设它承受照射阳光的时间大概12个小时12个小时。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把280个千瓦小时再除以12个小时就可以得到23千瓦。23千瓦就表示说这一棵植物它的一个散热的能力散热的能力。23千瓦相当于46台冰箱。或是相当于10台冷气机，所以一棵30公尺的树为地球散热让把地球这个热量把它散失掉帮助地球降温的效果呢相当于10台冷气或是46台冰箱所以就有人提到这个森林的滥伐森林的滥垦滥伐会加速这个地球温度的一个暖化的效应。我们刚刚说一棵树一天呢它的散热帮我们地表散热的效果相当于10台冷气，相当于相当于46台的冰箱相当于46台的冰箱。那你砍掉一棵树呢当然这个散热的效果就不见了就不见了。所以森林的滥垦滥伐会加速全球的暖化有好几个原因这是一个原因，树本来是用来降温的帮地球表面降温的，现在失去了这个降温的效果。另外一个呢树可以行光合作用它可以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哦，把它抓过来，然后制造氧气，这个二氧化碳呢就变成是植物的一个结构的一部分。等一下就会提到啊，就会提到哈、那所以说它你们要砍掉，它就没办法将空气中二氧化碳吸收啦。所以我们知道二氧化碳是一个温室气体嘛，所以你把树砍掉之后呢，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没有办法被抓来啊，形成植物的一个这个结构。啊，也就是说没办法降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另外一个呢也降低啊它这种为地球表面降温的一个效果，所以会恶化全球暖化的一个现象啊，一个现象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另外一个主题啊，另外一个主题齁。我们接下来来看啊，这个生物体里面啊一个三大的组成，也就是所谓的蛋白质、脂质还有糖类啊，这三类的一个物质啊，我们说所谓的有机物质啊，你身体里面的有机物质啊，其实主要的就是指的这三类：蛋白质、脂质、糖类。一个生物呢啊，不管是人或是这个地方所看到的长颈鹿啊，一个人呢哦、就是这些动物呢，它身体的70%啊，大概就是水啊，身体里面啊占最大的一个部分啊，就是70%是水啊，70%是水哈、那剩下呢哦，就是由这些有机物质啊，像蛋白质、核酸啊、蛋白质大概占15%啦，脂质2%，糖类3%啊，3%。那所以说被由这些有机物质所构成。那这些有机物质啊，它其实都是由元素所构成。什么是元素呢？啊，我们知道说像这个就是所谓的元素嘛，哈，碳、氢、氧、氮呐、钙、磷、钾、硫等等等啊，这些就是所谓的元素，所谓的元素。那如果我们刚刚把这些水啦、糖类、脂质、蛋白质啦，然后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化合物啊，化合物啊，我们把它以它的组成来看，以元素的角度来分析呢，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身体里面啊，氧原子呢，它大概占你身体重量的65%啊，65%。碳呢19%啦，碳、氢、氧、氮啊，占了大概96%到97%啊。那为什么氧这么多呢？我们的身体含有水是70%嘛，那氧的原子量很高啊，16哦，所以呢，一乘之后呢，氧原子的重量啊，在我们身体里面啊，有65%这么高啊，这么高哈、这个容易理解啊、容易理解啊。但是其实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啊，不是氧啊、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重点是这个碳啊，这个碳哈、那另外呢，电解质就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身体细胞里面的水容易离细胞里面的水啦，或者细胞外面的水，它不只是只有纯水，它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啊无机盐类的物质啊，无机盐类的物质哈、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无机盐类呢，你会发现说，哇，最高的怎么不是钠呢？钠那么重要，为什么最高不是钠，而是所谓的钙跟磷呢？因为啊，你的骨头就是由钙跟磷所组成的啊，我们身体的骨头啊，占我们的重量比重非常的高。那它主要的成分啊就是磷酸钙，磷酸钙齁，所以为什么第一名啊不是钠而是钙跟磷呢？啊，因为我们的骨头里面含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磷酸钙啊，磷酸钙齁。好，那我们刚刚说啊，这个今天的主角啊是所谓的碳啊，是所谓的碳。我们等一下讲解的过程呢，大概就会先跟大家介绍说碳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碳啊是组成这些有机物质、蛋白质、脂质、糖类的一个主要架构啊，主要一个架构。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啊原子，却能够组成我们那么多的各式各样的一个有机物质呢？啊，我们等一下就来探讨这些事情啊，探讨这些事情哦。那这些都是一些废话了哈，看一看就好了哈。人体体重有18%是由碳所构成的哈。那我们来看一下碳这个原子的特性。碳呢可以是自己一个碳，然后呢接了四个氢啊，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形式。碳自己一个碳，然后就接了啊四个氢，这个东西啊叫甲烷啊，是甲烷哈，它是天然气的主要成分。当然呢它有可能呢不是这么简单哦，它有可能是两个碳手牵手在一起，那有可能是三个碳，有可能是四个碳，有可能是五个碳接在一起的结构。所以呢碳它很有所谓的 plasticity， 它很有弹性，它的结构啊允许它可以自己一个碳存在，或是两个碳手牵手在一起，三个碳或是四个碳等等的结构存在。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啊，这个所谓的甲烷啊，甲烷齁。甲烷啊，最近可能大家在媒体上面常看到的啊，就所谓的甲烷冰啊，甲烷冰。那甲烷冰呢，有人说它是未来的一个能量的来源，因为我们的汽油快被用完了，我们的石油快被用完了。有人说呢，甲烷冰啊，可能是未来啊一个主要的能量来源，因为呢，这个全球的储量其实非常非常的大啊，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甲烷冰啊，它其实是一个刀的两面啊，刀的两面齁，好好利用它是我们能量主要的来源，因为它蕴藏量非常非常多。但是呢，如果不
不好好的妥善的去开采呢，它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好的效应。比如说啊，我们知道这些甲烷冰啊，它一般来说都是在海底里面啊，还比较深层的海底，因为呢压力的关系啊，因为温度的关系，所以它以这种固态的方式啊，存在于这种深海的海底啊，深海的海底哈，或是在一些岩层里面啊，一些岩层里面。可是啊，随着全球暖化呢，本来的这些冰啊，哦，像南北极的这些冰呢，它现在不见了。那不见之后呢，它所造成的这种洋流的一个流动呢，就会没办法产生它应该有的一个冷却的效果哦。所以当全球暖化之后，这些冰啊，海冰的量开始减少，这个时候呢，就会使得本来在海底底下的这些甲烷冰啊，开始融化哦，开始融化。甲烷本来就是气体哦，甲烷就是我们的瓦斯里面就是含有这个甲烷哦，天然气里面就是含有这个甲烷，它本来是气体。是因为呢，低温还有高压让它变成固体存在哦，这个深海啦或是岩层里面。那现在呢，如果温度上升了哦，那可能呢，它接下来就会以气体的方式，然后从海底啊冒泡，然后就挥发到大气层大气里面来哦，就离开水面到大气里面来啊、哦，到大气里面来。那到大气里面来呢，我们没办法用得到它啊？为什么没办法用得到它？因为它就散失到空气中里面去了哦，散失到空气中里面去了哦。那另外一个呢？啊，这个甲烷啊，它是一个比二氧化碳还更严重的哦，还更严重的一个温室气体。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二氧化碳啊，它其实是一个温室气体，会造成全球的暖化哦，造成全球的暖化。可是呢，甲烷啊是一个比二氧化碳更严重的温室气体，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全球暖化之后，这些甲烷冰呢开始啊哦以气态的方式溢失到这个空气中。那意识到空气中呢，我们没办法利用这个能源，反而这个能源呢变成我们啊、一个温室气体，来加速啊这个暖化现象哦，加速暖化的一个现象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甲烷冰啊、哦，那就是啊、一个碳接了四个氢啊、哦，所谓的一个最简单的结构啊、哦，最简单的结构。那我们刚刚说碳呢，也可以以两个碳啊手牵手的方式形成所谓的乙烷呐、啊，或是说呢它手牵手两个碳连接的中间呢，它是一个所谓的双键啊、哦，那这就是所谓乙烯啊、哦，所谓乙烯哈。那也可以三个碳哦，那三个碳呢也可以哦，都是单键的方式形成，那也可以呢形成双键的方式存在，也可以四个碳哦，也可以五个碳哦，五个碳呢可以五个碳呢之间啊都是以单键的方式存在，也有可能呢它是中间啊多了一个分支啊，也有可能呢变成这样的一个结构，也有可能形成环状的结构，基本上它都是以碳为骨架，但是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哦，它有很多很多的变化，所以这些各式各样结构的一个变化呢，就变成我们有机物质。为什么有机物质呢？哦，它的种类会这么多哦，它有这么多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这个形态啊、哦，是因为啊，这个碳跟碳之间的键结啊，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很多很多的变化。那除了这些碳跟碳之间的键结有直线的啦、分支的啦，或是说呢形成环状的，有这些变化之外呢，它在主要的结构哦，主要的结构之外呢，它还可以接一个所谓的 functional group。功能基齁、哦。这个你们不用记齁、哦、这个不会考你们齁、哦。接很多的功能基。所以刚刚说碳呢它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构型哦。那现在呢它又可以接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能基。所以导致它有很多不同的化学的性质。比如说我们等一下后面马上就要讲到糖类。糖类呢它就是啊在它的一个碳的主要架构旁边呢它会接一个所谓 OH, hydroxy group, 这样的一个功能基。那比如说呢像一些脂肪或是氨基酸或是糖类也会有它呢在这个 R 代表就是说以碳为主的这个骨架以碳为主的这些骨架，它骨架的旁边呢可能就接了一个所谓的 carboxyl group COOH 那这样的一个结构在氨基酸在脂质在糖类都有这样的一个结构，那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这个所谓的 functional group, 也就是说啊这个以碳为主的主要架构，它接下来可以接不同的一个 functional group 啊，功能基，接了不同的功能基，它就有不同的性质啊，就有不同的性质了哈。那这个大家不用记它啊，不用记它。那我们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刚刚说这个植物它可以行光合作用，可以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然后接下来呢行光合作用来放出氧气放出氧气。它放出氧气，其实另外一个产物主要产物呢就是这个。这个葡萄糖C6H12O6 这个葡萄糖这个东西齁、哦、所以呢植物行光合作用主要的产物啊就是葡萄糖跟氧气跟葡萄糖跟氧气齁、哦、但是植物啊它很少用葡萄糖啊来储存啊
它的一个光合作用的产物哦，它很少用葡萄糖来储存哦，而是用什么来储存呢？它可能用淀粉的方式储存，或是用所谓的纤维素的方式储存哦。我们今天后稍后都会看到这些东西。那葡萄糖是一个很简单的所谓的C6H12O6 这样的一个结构。那纤维素呢？形成这个一棵大树哦，它的一个结构呢？主要是由纤维素所构成哦，它叫木材的一个部分。然后，那纤维素的化学结构啊，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复杂。那每一个像船一样的这样一个圆形的结构呢，事实上就是一个葡萄糖哦，就是一个葡萄糖。所以纤维素啊，是由很多个葡萄糖，大家啊手牵手间接在一起所形成一个很大的结构，很大的结构。那问题来咯，光合作用的产物是葡萄糖。那葡萄糖啊，为什么会形成纤维素？它是如何形成这么复杂的、这么多葡萄糖如何结合在一起，形成啊这种植物的一个主要结构，像纤维素这样的东西呢？那这个反应啊，叫所谓的缩合反应哦。这个有些内容会考了哈，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刚说植物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是葡萄糖哦，是葡萄糖哈。那葡萄糖呢，两个葡萄糖之间啊，它可以呢手牵手啊，比如说。葡萄糖呢，它是以六个碳啊、哦，这是一个六角形是六个碳所形成的一个主要架构啦。那这边呢，它接了一个功能 functional group 叫 OH 哦，叫 OH 的 functional group。那两个葡萄糖呢，它可两个 functional group 在一起之后，它就会脱掉一分子的水啊、哦，脱掉一分子的水，然后手牵手就牵起来了。那这样一再的反应呢，是不是就变成我们刚刚说的纤维素的结构？很多的葡萄糖就手牵手就牵在一起的啊，就牵在一起的哦。所以这个反应啊，脱掉一分子的水，让两个葡萄糖呢脱掉一分子的水而结合在一起呢，这个反应啊叫做缩合反应啊，缩合反应哦。那所以缩合反应啊是让单一的分子然后变成大分子，变成聚合物的一个反应啊，聚合物的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会脱掉一分子的水啊，会脱掉一分子的水哦。那相对来说啊，我们今天比如说今天有一个长颈鹿呢啊，它去吃这个树的树叶啊，树叶。那这个树的树叶里面呢，含有很多很多的纤维素。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纤维素，很多葡萄糖聚合在一起的这个大型的结构叫纤维素。那以纤维素来说，我们人类是没办法消化纤维素的哈，所以我们吃的这个树根、树皮、树叶啊是没办法能够消化的。但是啊，我们这个鹿长颈鹿啊是可以的哦，它有身体里面啊有一些特殊的细菌可以帮它消化这些纤维素。那它吃了这个纤维素，它为什么要吃这个树叶啊？他当然是想要吃饱，得到能量的来源啦、啊。那这个纤维素吃到他身体里面去了之后呢，我们刚说纤维素呢是很多葡萄糖啊手牵手牵在一起，好大好大的一个多分子的一个聚合物。那吃到他身体里面去呢，藉由啊他身体里面酵素的帮忙啊，他就呢把这个间接打断了哦，打断了。刚刚的所谓的缩合反应是两个要手牵手要脱掉一分子的水，那现在呢，你要让他再把这个手放开。你就要补充它一分子的水，要补充它一分子的水齁。然后呢，在酵素存在的情况之下呢，把它打断，把它打断。所以这个反应呢，它需要一分子的水来补充它，需要一分子的水来补充它。所以我们刚刚所说的缩合反应跟这个地方所谓的水解反应刚好是逆反应，刚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哦。刚刚的缩合反应是小分子变成大分子，现在是大分子变成小分子。比如说这个是纤维素啊，这个地方抄一下哦，你们的讲义可能如果有印讲义的话，这边抄一下，可能就不见了哈、哦。大分子现在呢要变成小分子哦，那它需要一分子的水哦，需要一分子的水，然后呢在酵素的帮助过程中呢，让它断这个间接啊断裂啊、哦，让这个手啊分开啊、哦、分开哈、哦。那分开的过程中呢，它同时啊会放出能量哦，会放出能量哈、哦。那这个动物啊就是利用啊这个方式，然后把这个树叶里面的纤维素吃进来，在酵素的帮助之下，把它分解成所谓的单一个像单糖哦，像葡萄糖这样一个单糖的结构哦，单糖的结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又有能量会释放出来。那这个所分解出来的单糖呢，接下来、又可以再进一步啊去利用，去制造出更多更多的能量啊、哦，更多的能量哈、哦。好，那我们看下一章的了哈、哦，应该差不多差不多，反正就是会消耗一分子的水，会释放能量，需要酵素的介入哦，大概就是这三个重点啊、哦，是三个重点哈、哦。那这个反应啊，叫水解反应，跟我们刚刚所说的缩合反应呢，刚好是一个逆反应啊、哦，刚好是一个逆反应哦。好，所以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哦，再进入另外一份的讲义哈。哦